一打中路就来大优势局，但是无所谓，我一样强。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，我一样很强，他这都会死。只要他不多个长剑就行，多鞋子没有用了。这版本的飞机我感觉不好打了，上个版本的好打，这版本的飞机不好打，感觉换血他们换不过、啊。他妈射程比我长了，我操！一起死啊，野仔，确实感觉不好，拼不过。这满满的飞机伤害太高了，他放一，我跟他换血，他妈有点换不过的。不用操作，他妈站着我，感觉都换血换不过。他站着 A 我，我感觉换血都不好，我跟他换，换不过血啊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来捉他行吗，野仔？来捉下这个野仔行吗？等他先把虫人打掉先。呜、哦，串串串，好暖的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呜、哦，可以可以，以壳以壳，这样子交闪。飞机打不了多久，我们小弟懂的，飞机打不了多久啊。他这波闪没好啊。选错了队，这就是文哥的实力吗？我最后说一次，这就是文哥的实力吗？这就是文哥的实力，这就是文哥的实力。来本就招，我说你是小丑，你就得是小丑。我讲你是小丑，你就是小丑。这就是文哥的实力，就是文哥的实力。那吃个人头，两个助攻，他妈打不过我，你不是小丑？前期跟我打，你打不过，你不小丑？我可没有挂虎之心。野仔躲哪去了？野仔，谢谢张嘉文的头号弟兄送的血瓶，谢谢支持，感谢感谢，谢谢支持。野仔躲哪去了？把头埋低，可以。感觉他现在跟我还是比我多一件装备啊，这野仔，他们还是比我多一件装备。谢谢飞哥踩你头纹村，这个野仔送了血瓶啊。我操，这个他妈这样子，这样子他妈能多大？单杀了。确实，这波泰坦不来，我让单杀的飞机，这样子的。走走走走走！我在问你，泰坦是不是不来？我让单杀，那确实单杀，你干嘛要说只会叫人呢？他不来，我不是一样杀？确实是一样杀的，那位置我已经 Q 出来了。回村回村，回到村里面去啊！回到村里面去。
直接可以先做守御者，不行我就先做守御者。为什么老是说输了输了我输了，你是不是下面长个毛？我真的很不能理解他们一直抓输，我不懂为什么啊。我不懂为什么大家一直抓我输，我也不懂为什么，我也不想知道。这版本飞机好像伤害挺高的，拼不好拼了，跟他拼拼不过。确实也在伤害挺高的。嗯，服务提的放松伙计。野仔着急啦，野仔着急啦，野仔。我可没有刮胡子。他在打字吗？呜，在打字吗？打你一套，可能在打字。来这么多人就多，可以打可以打。韩在蹲，他们韩在蹲，我操，蹲了两分钟也假，韩在中路蹲。放大。靠飞机血就行了，靠那个锤石没有用，靠那个锤石血没有用。觉得帅的刷个帅，如果这波你觉得帅，请你刷个帅。你装你吗？为什么我那 Q 这样子拐弯回来，有懂的吗？大家看到我那 Q 吗？明明是往前面 Q， 他妈他自己拐弯回来的，有没有看得懂的？有没有一个看得懂的小弟？那 Q 他妈往那往前面 Q， 他自己会拐弯回来的，他妈你看得懂吗？我就问有没有野仔看得懂我那 Q， 他妈自己会拐弯回来跟踪别人呐、啊，跟踪别人的那 Q。我不懂有没有看得懂的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、啊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为什么现在这个上一把也是飞机连着出两个的装备，是为什么、啊？先做守地者，先做守地者。给大家开个上电视，一块钱抽500，没带粉丝牌的也可以支持一下，卡个粉丝牌，谢谢。最近粉丝牌掉了很多，是我吧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感谢谢谢。带上粉丝牌，你就是兄弟，兄弟就是你，做永远的兄弟，做永远的兄弟，可以支持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样子爆头啊，野仔！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确实，新版的飞机确实真不好打，刚才拼不过的天气，换血都换。这就是中单的实力吗？马上打到超神，直接放大招拉开塔的距离，我要会玩。觉得帅的，虽然我这么死的，如果觉得帅，请你刷个帅气。虽然这么死，如果觉得帅，请你刷个帅气。上天师。一块钱卡到粉丝牌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可以卡到粉丝牌，感谢感谢，做永远的兄弟。没带粉丝牌的可以支持一下，粉丝牌掉了很多，最近粉丝牌掉很多，感谢感谢。经常看直播的可以卡到粉丝牌支持一下，带上粉丝牌，你说句话，人家都懂我，你是我的兄弟，可以支持一下。这波虽然跟小月换了，但是我打出我的气势，打出气势就行。该算算旧账了。他妈火机坏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火鸡点到点不出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一加一打五十三，抽中两下应该能打五百血。带出刷暴击直接没，直接放个大死针。串串串，好鸡巴串，好吧鸡串。好恶心的皎月，好他妈恶心的皎月啊！有这么恶心的人啊？上天是最后7分30秒，一块钱抽500，没在粉丝牌的爷爷可以支持一下，可以查粉丝牌第一页最后7分钟，7分30秒可以支持一下彩金。满血直接越塔，我感觉我也可以和觉得飞机出装备，他只一下出两个巨石转臂，感觉伤害确实高。我也可以这么出，我不用着急和幽梦，我也可以出两个巨石转臂行。我也可以像他这样的出装了。麻烦不断，开始缩在隔离，不敢出来。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！呜、哦，彩头。错了对手。哎。不保你。那我怎么打？我不想打是吗？那怎么打？确实没有办法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不想杀他是吗？那我怎么打？你不要一直说话，我不想杀他，用你说。那人那么多，那我怎么打？我真的不菜呀、啊，那我怎么打？干嘛大家一直怪我？上天是最后5分30秒，最后5分30秒，没带粉的牌的兄弟可以支持下，感谢没带粉的牌的兄弟可以卡粉的牌支持下，谢谢。最后5分30秒，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刚出来就像老鼠一样给人打，刚出来就像老鼠一样给人乱打。我 A 下能回多少滴血啊？现在900滴 ，A 下回20滴血。我没有吸血装 ，A 下能回20滴血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他妈干嘛要这样子跟我换掉他？脑子有屎是吗？这样子玩游戏有这样玩游戏的啊？他妈你不搞我，你大家一起活下去不行？他妈有这样子玩游戏的狗脑子，我就又跟我换掉，我真没看懂，有他妈这样子玩游戏的、啊？盯着我搞是吧？
三连射最后三分钟没带粉的牌兄弟可以支持一下，感谢最后三分钟，最后三分钟三连射最后三分钟没带粉的牌的爷爷可以支持一下孙子，谢谢。放松，伙计。茫茫不敢跟龙科单挑，茫茫不敢单跟我右博，不敢跟我单挑。敢单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 呜、哦，我在干嘛，兄弟？我魂哥在干嘛？这是在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呢？这个二塔先，拿命塔。哎，你脸呢？我操！感觉玩锤石的，好他妈恶心啊！感觉玩锤石的。你在玩什么呢？三连是最后一分三十秒，最后一分三十秒，一块钱抽五百枚大粉的牌的爷爷可以卡粉的牌，谢谢。最后一分二十秒了，可以支持一下。最近粉的牌掉了很多，大家平常看直播的可以卡到粉的牌支持一下，感谢谢谢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有些爷仔天天不带着粉的牌，连粉的牌都没有，一直骂我。你好歹带个粉的牌再骂我行吗？连粉的牌都没有，一直骂我是吧？好歹带个粉丝牌在骂我，没有粉丝牌一直骂我，什么情况？我刚才直播间很多都是没带着粉丝牌。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没人手交。进去。没人手交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哦，怎么办？有最后两秒了，应该能到。大龙，大龙。放松，伙计。没上王者怎么不捡光头？那几年前的事啊，那确实有，那是不好意思，确实没有捡。前几年确实没有捡，那时候不方便开车。那前几年确实不方便开摄像头，媒体把头埋地。他妈是不是脚本好像打人呢、啊、这他妈直接把我秒了，这个直接打人呢、啊、这不脚本呢、啊、我操。这怎么能把我秒掉？我真的没有看懂。我感觉我发育挺好的，我才敢这样子一打二，这他妈把我秒了。给大家开个铜粉，1毛钱卡粉丝牌，没带粉丝牌可以支加。这个铜粉只能带零级粉丝牌，但是之前给大家支持，可以
其他可能还能飞。他没有目标技能，确实没输，心理僵局，确实没输。来个银血，先做银血吧。最后一件我都不想，不想出无尽，出个隐魔刀，那角位就没有用了。有没有兄弟想看我打大号的？打大号。出魔抗吗？不需要出，别的出魔抗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不出魔抗，那脚也把我秒掉了。来团赢了。紧张声势。来集合敲头啊！准备敲头，准备敲头，敲把头敲起来，敲头啦！开始敲头了，准备敲头啊！把头敲起来，敲起头。刚才是一毛钱卡粉牌，没带粉牌，兄弟可以花到一毛钱，只要卡粉牌，谢谢，感谢。我不明白你他妈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操！这他妈是一打四吧？是不是一打四？那一打四打成这逼样，你用完？你还用完？你改一打四打成这逼样，他妈你用完？确实是这样子，确实是这样子，一打四打成这逼样。来秒我！我他妈叫你秒我！你改。还瞄我两眼，我看你怎么。我队友人呢？兄弟，我杀成这样子，他妈没有人了吗？我这样子杀，他妈队友人去哪了？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承认我强呢？我是没好好玩，好好玩我就强。我只要我好好玩，你看不懂我的实力，你不懂我风格有多强啊！我操，好好操作一下啊！这无敌。这小月二十几个人头，有什么卵用？还秒我啊！我